今天咱来搞一期简单的小实验。我们看，这有一坨福寿螺的卵。什么是福寿螺？福寿螺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，对农作物有很大的危害。今天我们就要把它的卵泡在白酒里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废话不多，把酒倒满。哎，现在福寿螺卵是完全浸泡在酒里了，晶莹剔透的，很漂亮哦。但是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还会这么美吗？过了一天，就发现有几粒卵变了颜色。我们让时间走得快一些，好继续观察。我们看，整整一个月过去了，这白酒一定很补。我们看，福寿螺卵被白酒泡了这么久，有很多卵出现了破损，也有很多卵出现了蜡化。如果卵是正常暴露在空气中，它们现在应该已经变成灰色，并且即将孵化。看来这个酒精对福寿螺卵的影响还是蛮大的，这直接导致了福寿螺的不育。这又是一个消灭福寿螺的小妙招啊。今天你学会了吗？其实这个福寿螺我也同时用酒泡了的，一个月后变成了这副鬼样，它吐了很多白色浓稠的液体，八成已经知尽螺王。